受不了啊，就把它拆了吧。啊，拆了我有什么地方住？咚咚咚咚，我是大象。啊，我是大象。小朋友知道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。知道。那你们知道大象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啊？我喜欢到湖边去泡泡澡，喝喝水，然后呢吸口水把你们喷得湿湿的，那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呢觉得哦好热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这啊我要走到河边去啊去泡泡澡，那我的身上呢不要有虫那么一直痒一直痒，真不舒服啊。我去泡澡啦，再见啦。大象啊，兔子啊，兔子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呦，你把屋顶漏水啦？才不是呢，有人在，有人在我的屋子里面，怎么他不出来，我就怎么样？进不去。对，我他不出来，我就进不去。然后呢，刚才呢，那个花豹呢，他又很好心，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他就爬在上面，把我的屋子撕得怎么样，稀巴烂。哎呦，我就把他赶走了。我现在还在补准，补我的屋顶是不是？有没有在补？哦，所以不是漏水就对。没有，有人在你的房子里啊？对呀，啊，你去看看。哎，好讨厌，你是谁啊？我们去看看谁在里面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小朋友跟我一起喊，好不好？谁在？踩在大象的背上，这太不然的话，我要踩扁你哦！要踩扁我？难道他们知道我是大象吗？我大象这么大耶！他想要踩扁我，太可恶了！你不知道我是他大象，可以把你踩扁吗？那我就把你踩扁好不好？踩得扁扁的，像蜡片一样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去踩扁他的房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是我的什么心爱的房子。哦，可是你又进不去啊。那我也不能让你踩扁啊，对不对？踩扁了我有没有房子可以住？那我晚上睡哪里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可以，我是想帮你个忙哎。那你走开，你走开了，这个忙我不要，对不对？太麻烦了，你走开吧。没办法了，他不让我帮这个忙。泡澡咯，好，再见啦，再见。哎呀，真是讨厌，画的大步离开，走到湖边去了。嗯，这时候青蛙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真好笑。你笑什么笑嘛？哎，那个大象来真是很麻烦，它的体积很大，走路又很大声，咣咣咣，把我的院子里面都踩得怎么样？一个洞，一个洞，一个洞。哦哟，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拿那个锄头，要怎样把它，要把填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拿锄头来填平，真是很麻烦的。来，我是犀牛，我是谁？犀牛。犀牛，哎，对不对？犀牛有一个绰号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谁知道啊？啊？河马。你们老师是谁？绝对不是我。啊，啊，啊，他讲的是英文哦 ，Rhino 耶，哦，我是说他绰号，绰号，有没有人知道？装甲车，有没有听过？装甲车，他绰号叫装甲车，那大不大？装甲车大不大？大，对不对？像一台，对，河啊，不是河马，犀牛 ，Rhino 在走路的时候是怎么走？他是怎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他喜欢在干嘛？洗泥巴浴，你们知道吗？
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洗泥巴浴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不知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他喜欢洗泥巴浴是因为他可以散热，知道散热吗？散热，好，知道哈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身上的有一些洞洞还可以弥补起来，所以就虫子就跑不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那鸟儿就不会在那边，他身上咚咚咚咚咚，喜欢吃它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我们看看。兔子，你在干嘛？兔子，你帮帮忙，我知道我们家里面有人在里面。是谁？那有人在里面，我就怎么样进不去？对，哎，真的很麻烦。然后呢，刚才呢，大象呢又很好心，也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要把那个不叫什么东西的人给踩扁，但是他会把我家给压扁了，说我不让他踩，然后把我们家都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以为他要在他们这边开辟个农地，弄成这个样子。那他到底是谁在里面啊？是谁在兔子的房子里啊？啊，是谁啊？他的声音说：“是我。”我是了不得的常客，我吃素，有人踩在大象的背上，走开，不然的话我要踩扁你啊！怎么可能？我想来撞你的房子！哎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这就是我新来的房子，不行，跳到他的鼻子前面。这就是你唱歌的下场了。谁来救我？我被你甩到河里面，兔子啊！对呀，是兔子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点，快点！我兔子，我不会游泳，谁要来救我？赶快，有谁要来救我？来救！哎，我这有个小朋友，很好，还是救我了，谢谢来。请问